40个字啊，给你的落款的，那个什么，那个空间比较多。落款空间说，如果你要站着练，你可以写站练，啊，很多地方给你写。所以啊，可以的，啊，就是这样写写，啊，40个字我们写两首诗本来是说，最好是同一个诗人的诗或者同一个题材，啊，可是我们就不管，我们就是把两首放在一起写，啊，因为啊这边蛮多的，你要写到完了，需要相当多时间，啊，有水了，因为没水，不行，没问题。谁的笔打开？开，老师。这个呢？这个新笔啊，哇，这个新笔，新笔用的话，你需要适应一下子。啊，对哦，所以我才叫你开笔嘛。我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厉害呀，啊！哦，你看这支笔它，它也是一比三的，一比三，啊。它什么毛？其实如果写楷书的话，应该不是这支。应该不是，应该是不行了。啊，没有这个本事。啊 ，OK， 不用紧。不过我看了，我没有办法。不过写行书这个可以，当然你需要一些训练。OK， 我们第一个人呢，人没有问题，人。你提笔当然是就是按这边提了是吧？你看这个笔势啊，这边上去了，那笔势是这边尖起，这样它是这样走的，然后这边。哇，你用这字来写啊，这字是阳啊，太软，你可能比较辛苦一点。所以你看我们买一比三的笔啊，你一买阳好啊。你就不知道它是羊，我看到它我就要买，我就买了。OK OK。OK， 这个弦你写的时候啊，也是一样，你这边按，这边按了，你看这边按了吗？然后这边按上去，推上去，跟着这边按，那边走啊，它这个是圆转了，推上去，然后这边按上去，这边啊，这边其实它这边走了，这边。走了，它有点转下来了。不过这一话，你不要这样也可以了。你要一般的写法，这样那也没有问题。要这样也可以哦。难道你跟着它这样转，转进来的时候推啊，这个推笔要用啊，这个推这边走这边直接推，就是说这个笔这样走，直接推，啊，不要有小动作了，啊，不要说这样按了。再推，或者是推的，啊，这两种动作对不对？直接一到这边，一停了，直接就推上去了，啊，推上去，然后这边来一个转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个贵两个竖笔，我是建议你看啊，它这个笔，你看它这个笔的这个方向上面向上是吗？那竖笔向上的话。凡是一向上或者是平起的话，你就可以来一个长锋，就是说你这边，哦，你这个长锋变成这样呢，还是这样呢？那不要管它，哦，这边上去，这边下来，你这个呢，它是陆锋嘛，哦，那陆锋你就直接用陆锋，这样你用这两个笔法。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所以一个长锋，一个陆锋，啊，这边过去，这边按走，这边先提起来走，好。老师这边先打住一下，啊，再说清一下，我们那怎么看古帖的时候，怎么看到他的是先写四横再写个竖呢，还是先写一个竖再写四横？哦，因为这个有两种写法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怎么去看得出哪一个是？OK， 这种情况下，他没有什么牵丝，嗯，你就用你自己的习惯。OK， 如果它有牵丝的话，就是你用它的，因为它一牵的时候，它有时候是直接这边上去啊，它有时候是这样走，嗯，哦，有时候它是这样上去，嗯哦，所以啊，看牵丝，嗯，啊，如果没有牵丝的话，
你用你的习惯。好的。那没问题啊。反正这个花，你写的时候啊，有一个东西你可以记住。那这边，那上面这个，这边上去是吧？你看这边它是一个掌风，哦，因为你看它是平起，它是横比平啊竖起嘛，哦，一个掌风。这个掌风完了啊，它这个花啊，你这边写的时候，你这边从这边写到这边的时候，它有一个窍门，如果你要的话，这边转上去的，你追上去啊，你可以以上面这个点为，来跟它对齐，好，这样上面这个点就是，这样它这个你一上去这个点的起笔呢，又可以以这个来对齐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就是说啊，你看啊，我这边你看都有点靠近了。如果他这边出来的话，我这边推上去，我出来的话，你看，他这个字形就比较好看，看到吗？就是说，那这边是这边对齐，这个这边对齐，这边对齐了，你要多少呢？那你自己就要决定，他要宽的是他啊，这个里面要多少哦？可是基本上你把这两个一对的话，他的那个头的大小就容易觉得，就你写的是吧？你看，你对着它，你看，它这个字形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啊、哦。而且因为你看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笔啊，它整个是向上的，所以这画呢，基本上我们是说建议你弄平它，啊、哦，就是说这画啊。避免看到这个景象吗？避免向上，避免就这样。好、哦，啊，这一话呢，偶然会有，可是这一话很少人讲的。这话只有两种情形 ，either 你持平就走平，好、哦，或者你向上，好、哦，向上有时候有啊，还算这个。可以啊、哦，所以啊、这个笔画你这个笔你只要把这个搞清楚，那大概就没有问题了。这个落也是这样，落啊，你看啊，哎，他这边下的时候啊，很明显是长风，看到吗？他这边下来是长风，这边推上去啊，你向上一转。所以像这边转，你看，好，最少要对齐，不然的话你向外出一点都可以，不要向内，不要向右，啊、哦，用完了啊，它这个个上它是这样的，个，它是这个来的，个，好、哦，这个个啊，它上面呢，上面没有改变，它这一画，它向上，或者是。啊，平走，比如说它向上一个平走，然后呢，它这个走的时候啊，它下来，它一牵下来的时候，这个口呢，它用一点代表，这样就完了，好，这样就完了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如果连的时候啊，这个主了可以这样的话，也可以把它连起来啊。所以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那个口了，一点代表那个口。它这边有另外一个窍门是什么？你写这一点的时候呢，你要跟着这边对齐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我这边写上去，下来，推上去，你看到这个吗？好，哦，它是在一个水平，就是说这个不可以太低，也不要太高，低又比高好，什么意思呢？看到吗？
你看它的水平在这边是吧，这高的，而这个比一下，你看这个就不是很好。如果你也写低呢，有啊，我来为这样写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最什么？你写的时候啊，你用这样写的话，你练久了的话，啊，偶然你喝醉的时候高一点低一点，那没问题。可是基本上你写的时候啊，它是对这边的啊，这样第二呢，这个还好一点，这个是最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留下很多的空位啊，这边还可以啦，因为它可是这边的话，它变成这边，就因为你看，如果它形成这个的话，那个字还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可是它向上的话，太高的话，它形成这个就不好，对吧？所以它这个是最好的。就你写的时候啊，它这个落啊，推这个推啊，上来的啊，立刻想到这边，这个落啊。他没有问题了啊，他这样写，所以记住这一点，这点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个字啊，它都是以这个来写，所以你把这个记住啊，以后就很容易。所以叶呢，这个叶，一般上它是高挑的啊。所以你这个高挑的时候，你写的时候，通常你是采取高，而且它这一点它通常是这边上来，这边下来，那这个叶通常是在大概在这边，它就下来了，然后这边呢，反了，看，不过基本上这个字啊，它是。长形的啊，不是扁的啊。这个镜也是一个东西要讲。第一个要讲的是，我们写这个镜的时候啊，这边哦，这样你这个上去没有问题。我们讲过，你不懂有没有讲过？忘记。因为这一话写了啊，这一话呢要够长，就说这一话不要这样，这一话好像那个镜头的镜，对，什么镜头？会啊，你如果你写一个会，看到会吗？智慧的会，你看这个要够长了，那比较好看了。还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事情的事啊，这要过年了吗？而且万事如意啊，看到吗？是，就如果你这个事啊，你写成这样，不是很好啊，好，雪。所以第三话不要太短，不要太短，你让它对齐或者出来一点都没问题。像这样的话能够避免就避免，就是事情的事不是上面短中间那一块长，这个短啊，事情的事，这个万事如意的事，这个短，通常我们写都是中间那一块最长哦，那个很少，那个隶书有了，隶书啊，行书一定是上面那一画是长的，比较多。当然你要找我看一下好不好看，这个短是吧？那个长，不好看。这个比较。另外一个呢，这个镜啊，它这边呢、不要太多空位，而且这个可以拉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讲过啊。
这种情形之下，它这个是一个竖笔啊，是一个例外。它这个短啊，有点像短脚啊，不大，不是、啊。就正常的应该是这样。可是这边不要留太多，留一点可以。如果你高一点就不好了，你还可以低，还可以低。这个就好像那个很多字都是这样啊，哦，你写一个都市的都。你看、啊，你不要留这样，是啊，这样、啊，就是说这边不要留太多，留太多它不是很好看。所以这个进啊，这个春，它这样写，你看啊，一，你看 啊，这个春呢、啊，这话不要太长，这边写的是吧？你看、啊，如果它这个笔势啊，它是像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样我们对着它，哦，好像这边有讲过啥？没有，这边有讲过吗？没有，我以前讲过啊，啊对，所以啊这个啊就是当做一种提醒好了。好，春可以。三呢？三这话不要刻意，这个不要特别说把它拉下来，它本来是，你看有时候写没办法拉回出来。另外一点呢，这个三不要写太长，有些人喜欢写得很长啊，避免太长，避免。空呢？空没有什么。要讲的是什么？这话不要太长，那个弓啊，不要太长。而且你写的时候啊，你能够把这个当做中间，是最好的啊、哦。就是这边，搭对齐这个空，这个月它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起点，如果你做得到就做，做不到就算了，看到吗？这个后来米芾啊写成一个很出名的他的一点啊，写过米芾人就这样啊，这一点如果你做得到就做，做不到那就一般来说，你看他这个起点啊，很特别，你是在写多一处啊，好，做的而且它凌空了，然后这边pause 这边可以不用 pause、哦、这个三呢、啊、一个 pause 两个 pause 三个 pause 都可以，一个 pause 圆也可以，好、哦、那都是这样。处呢，处啊，这个起笔我建议这个太过了，就说不要太过斜了，好、哦，还有点斜，好、哦，处没问题。金讲一下，金这个金是什么字？它这个字形其实是不好，不用拿来，它本来是这个字，它是这个来的。哦，就是这个字他写的时候，你他这个口啊，他省略掉，然后这个两点呢、啊，他应该是这样的哦，他直接拉下来，变成这样，哦，所以这个啊，这个不是一个横笔来的，不要写成一个子啊，很多人把它写成一个孩子的子，它不是，它是两撇来的。两撇，他这一撇他写的时候，看到吗？这个，这两撇，你他写的很实啊，所以可是你写的时候啊，你不要写成孩子的子，
你写孩子的子的话，那你那那个那个那个意思就就那个字就失去了它的原来的，所以你写的是，而且你写这个字的时候，你记得我们讲那个字形啊，它是这样的吗？这个这种字形啊，这种字形应该是左右，然后中间是吧？啊，它它这个就不好，它这个你看它左右很挤啊，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，什么调整呢？边上去了是吧？好，当然你看这个马，它是应该这样呢，还是这样呢？好，要看情形。这边它也没有给你一个解释，这样你选你自己的哦，就说这个马可以这样写。好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哎，这个就是这样，或者是，啊，都可以。它有这种写法，这样你选你熟悉的啊，就可以了啊。它这个好像是这样，它这个好像是，啊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最后尾，啊，因为它这个。嗯，有点正经。三鸟没有问题，十这个鸟没有问题，明十明，反正明这个口啊，有点太斜啊。春没有问题，春你看啊，它就是一般的写法。这个又写楷去了。对，很楷，对。嗯。可是你记住这种写法，你对着上面。然后这个热呢，你写的时候呢，好，它的这个高度的这两个都差不多一样，它没有问题。行，这个，好，哦，中掉很多字了，鸟实名都没写。哦，这个因为这些，这个啊，相当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啊，没有问题的。它相当写的相当楷啊，只是说这个鸟啊，它多了一个很。好，哦，这边多了一个很，它很多时候它多了一个很，不过它写的相当楷，所以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这个十呢也是这样，十在出口，对，我们在这边，它是这样啊，这边，嗯，这种笔顺是很正常的啦，嗯，就通常这样，哦，偶然它会变成这样，对，啊，比较少，通常都是这边过的上去，啊，十春。中你看也写是，它写的很楷。不过你看这斜的话，它把它拉长一点，这个很斜。嗯，好 ，OK，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。长江悲已滞，万里念将归。这个长啊，长，它有两种起笔啊。它这个起笔啊，它可以从这边起，这样写先，啊，也可以这个起笔都可以了，哦，这样啊，这边起的这边，啊，然后这边呢也是一样，啊 ，OK， 如果你这一画，如果你要尖，你要圆的话，你就从这边起笔，啊，就说你走的时候，你要你的笔势啊。有点无心的话，你对着这边起，那没有问题的哈，哦。可是如果你有时候你要直一点了，就像这边起笔了，啊，哦，就是说看你的笔势。那这边是怎么样？那这边是取无心，无心它从这边起上去，对上。那推上来我们讲过，它通常是喜欢向内，
记得吗？他喜欢这种啊。哦，他上去推一下，推回来，再转回去，他喜欢这样。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，啊，这个江它的左边是那个三点水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如果你写一个江啊很长的话，那你就需要把这个离开远一点。就这三点水有时候写得很长，如果说三点水写短一点的话，你靠近一点可以，哦。可是如果三点水很长的话，你靠近好不好看？你决定啊，好，这个比较啊。不过如果你写现代那种笔画，这种是有人写的，说它要变形啊，它这个。可是传统上啊，我们没有。好像它这样，它基本上你看，它都是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空间啊左右，所以没需要这样写。所以你写着，像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另外一个是这一笔啊，这笔你写的时候，你可以养成什么习惯？一个长锋啊，看到吗？哦，这个一般上都是长锋，如果你把它写成长锋，那没问题。这个碑，它的笔顺呢、啊，它有点改了，有点改。它怎么改呢？它先写两个竖笔，看到吗？那竖笔，它是先写这个一个。它推上去一点两点，再推上去一点两点，下面下来啊。那他这个心很奇怪，他这边推下来的什么上去，看到这个吗？他走就是这样，一这边是啊，看到他出现这种情况，好、哦，所以他就变成好像有点怪怪这边了。他其实他是这边走了，他追上去，就说这个是牵制来的，他应该是就他走的时候啊，一个两个三个，他这样就完了了。哦，他一个牵的时候，他转上去，变成出现这个情况，好、哦，有时候觉得难以解释，他其实是这样。所以你把它整个写完的时候，它是这样的，一个上去，看啊，哦，好，啊，那是这样的。乙呢？乙没有问题，乙它就是。乙哦，字呢？这个字啊，它原来是这样的。对吗？就是这样。可是它这个写的时候啊，很不清楚，它是这样一个点，这边过了啊，往这边上去了，它这个一个点一个上去了，它很短。往这边呢，它上去了，它这边上去了，它这个啊，它是这边过了啊，它这边推过去，这边啊，推上去，啊，现在牵丝是从牵过来啊，看到，啊，牵过来，然后这边直过来，好，它变成这样啊，所以啊，你注意一下这个。这个万呢，它的那个笔顺也是改，通常万我们是这样写，哦，可是它这边它改，它就从这边开始，哦 ，again， 你改的就算怎么改啊，你这个田呢，还是对着上面，这个田，哦，我这边下来。嗯，好、哦，啊，对着这边，对着，他可以，万，李，啊，李他写的很楷，没有问题，这个李啊，李记住啊，他写这么楷啊，最后一个什么，最后那个啊横笔啊，也不长啊，不要写的太长了，啊，就他写的时候，他是，
来，啊，他不写的。这个念念是怎样？念他是这个人，他是这样。念，哦，念，可是他写一点的时候啊，他这边一点的时候啊，他这一点呢，他是这边点的时候，他连下来再这样，这个，哦，他写这一点的时候啊，他不是这样，他下来哦，就变成好像一个山这样，哦，那其实你写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这个是一点，这样。所以你的心中是这样想，所以你这样写的时候呢，这边一点下来这个啊，然后这边心，哦，这个心啊，通常看起来好像是三点，三点，可是我们写心而三点呢，我们写的时候啊，这心啊。四点了，啊，啊，鱼，鱼啊，鱼是三点的，对啊，这三点，啊，可是如果你写这个念这个心的话，你看啊，它就波折就比较大，你看到吗？好，就说啊，点的话它比较平，不，啊，哦，意外也可以用，啊，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讲，我们讲的是。三点啊，所以他写这个念的时候啊，他就形成这个啊，它不是平的啊。这个江是什么？江它本来是一点，一点，然后再一个竖，然后再另外一个平推上去啊，就说他写的时候啊，不过这边看得不清楚，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。你懂意思吗？这边上去了，推上去，就形成。你懂意思吗？啊，将这个推上去。当然，因为它不清不楚嘛，哦，所以你也可以这边上去。啊，那也可以哦，因为它没有牵丝，所以你看得不清楚。所以你就，凡是你牵丝看不清楚的话，你就可以用你平常的那个笔数，这样你写的时候没有问题。这边下来，然后这边，这个啊，这个当然是在这个的后面，可是这边不要超过这个，通常不要超过这个啊，在这边或者是把它对齐都可以，啊，超过了就不好了。这个龟呢，龟你看啊，那这边写了，这个龟本来应该是这样啊。龟啊，规矩是这样哦，规矩是这样。他写的时候啊，他通常把这个省掉，他写成一条竖啊，所以他是这样，这样就完了。哦，那这样。可是有时候他一个牵丝下来，他就变成这种情况。他这边写一个，然后那边两个，一个。然后这边呢，你看，它牵下来嘛，哦，它就变成这样，变成这样的时候，那，啊，这样的话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画吗？这画吗？它也是不是很短啊，哦，就是说它写的时候，它长一点。然后这边这个呢，它正好省略掉，哎，来到这边，那立刻就追上去，就是说，通常这种的情况呢。他直接这样就可以了，就好像睡觉的觉，他有时候来省略掉，可是啊，可是当他这个省略掉的时候啊，他笔势通常是这样，有点斜这样了，哦，他笔势不是这样了，就是说如果你省略掉啊，你再写这样的话就不好，就不要像这样，你挨着你像这样或者直直都可以。好像这个，你看，我们就走了一点像这样，啊，相通了。这个呢，也不可以太高，看到吗？哦，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它每次都是一样，所以我们一直重复啊，
哦，大概一下子你就明白了它的那个，哦，龟，啊，这个框，你看这个框那个口啊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是写成一个帽子这样，这样，哦，它没有封住啊，哦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，它就是这样。它没有封口，它是走这样的啊，啊这个鼠，啊这个鼠因为它有牵丝，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它改了笔顺。那怎么了？它是先对这边上去了啊，啊。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灵的时候，你看到牵丝，你就以牵丝为主；看不到牵丝，就，啊，就以平时我们的习惯为主啊。因为这个鼠每次我们都是这样的，啊，只是刚好你看他写这边没有啊，就是这样。这个高呢也是这样，这边一点完了啊，两点完了，这样这边下来，这个什么要注意什么，这个口啊你要走到中间才转啊，这个口啊就是说你写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啊，转得太快啊，走到中间才转。风要注意什么？关于注意你这边写的时候啊，这边不要写太长，然后写这个虫呢要出来呀，啊，啊，对，出来或者是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啊，这个虫它也没有封，这样就完了啊。它没有封，如果它写的比较什么时候啊，它没有封的时候啊，你最好是把它放在后面这样，你懂意思吗？就是你它没有封的时候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懂意思吗？就你转的时候，你一个笔啊，你笔走笔的意思是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虽然你这个可以不用显露出来，可是你还是要这样走，啊，就好像你写那个钟啊，这边呢，啊，你看，这边呢，啊，你不要这样就不好，你这样呢，啊，你要多一个，啊，那个你。你看，它可以解释，所以啊，这个口语是这样，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写的时候，你看我们写那个虽然的虽，上次你记得吗？记得，虽呀，记得吗？这个口没有封住嘛，可是它像。就那拐在后面回来，不是这样吗？风碗呢？啊，这个碗呢？碗你啊，这个那没有什么问题。OK， 它本来是应该是这样的，这边呢，它是这样的，不过它可以连成一条线的，所以它写的时候可以。这边完了吗？连成一条线了，啊，就是你不需要这样，啊，好，可以连成三没有问题啊，三王写过了，王啊就是王，啊。叶也是改笔顺，它是怎么？它是这样，黄叶。这边过来，下来，往这边呢，一画两画，长风，啊，叶飞啊，这个飞它是这样，它是先走这边看啊。
这边，好，然后简笔字的飞了，它是这样，这边呢、啊，这边推它推到这边来，写这画线，好，然后这边呢，再写第二个飞，啊，这个写这个弯了，它推这边，然后这边呢，因为这个直，你这个就可以斜啊，这个山啊，第一个山直是吧？第二个山写斜一点了、啊，不要写太直啊、飞，这个飞也有另外一个写法，就是这这是怎么样？也有这样，不过现在比较少，多数都是这边，啊，这个东西是最后一个字啊，你要拉下来，哇，好看的，不然的话一般上都是这样，比如说他签这边，他写完了，他有这个签下，他斜签好像比较容易，直签好像比较难，所以他改到斜签，可以吗？可以啊 ，OK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我也是要开工。OK 啊，我 OK， 你看啊，如果你在练戏的话，你练的时候啊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练得很精细，很准。可是如果你要写的时候啊，你没办法的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去练练，你把那个字练到一个时候啊，你才能写。那的话，有时候你写啊，你一边看一边写话，很辛苦啊，哦。所以我们写在章法的时候啊，通常你没有办法100%一样的啊。不过你看啊，我这边讲只是说，告诉你注意的东西啊，像这个人啊，他这边你。当然就是这样写啊，对啊，这个因为你要考虑到条目啊，所以比较多东西，所以这边主要是说你要考虑那个条目，然后那个字，弦，推，往这边按，哦，这边你写的时候你也是要注意什么？注意这边40个字。它是五言嘛，五言就简易是四的话四分之一啊，四个字高点。如果你4/4，是五个字的话，你就几给包种啊啊。哦，对啊，没有 ，I have nobody in mind 啊，这个是闲啊，你看这个贵啊，这边贵了啥？你看，你立刻就用这个，用这个，它下来啥？你可以用这个，你用这个，如果你看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如果你写的时候啊，你平或者这个低的话，你这边就要平的。你看啊，它这边写了，它这边高，它这边就可以低，你懂意思吧？所以你写的时候、啊，你一边写，你就要一边啊，一边的加一边的。啊，他需要这个，所以就是说你要用那个15个，先练呐、啊。啊，练到你一个时期，你像熟悉的时候，你写的时候就比较容易。花，你看这个你说可以掌风，你看啊，所以不可以一边讲一边写。哦、啊，这边过了吗？往这边下来的时候。我们讲过这边你最准的是吧？这边下来，你这边就可以打。那这个啊，走比较平一点，你这边差不多四个啊，或者4.5都没有问题。4.5弱，拉下来这个，你记住这边。哦，这边可以，我把它连起来。哦，这边你它是什么？它是对吧？它是有分，可是一样的。好、哦，一样的啊，叶、哦。
板啦，哦，这边啊，叶茎，茎，茎我们讲过了，你写的这边，还有一个长锋可以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下来，然后这边推上去，你要记住这边一这边下来，记住它这边怎么，这边这个第三画长一点，这边不要空太多，这边呢你要拉长，没有问题，好，这边连下去，春，这边下来，这边。春，然后这边，啊，这边多少？二四六八，高点，好、啊。老师，这个不连可以吗？来一个村子，这个一定要这样子吧？啊，不用，可以。前凯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要求了，不过啊，你能够做这个没有的，啊，像他这样，他这个是最后一个字嘛，所以他就。你这个你可以连，啊，不过新凯的字和字之间的那个不是很大，可是我们练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有这个意识啊，这样以后你写的时候，你要写节奏感连贯性啊，那就比较，而且你发现我开始什么，鼓励你们站着写，因为啊站着写，啊。你可以看得比较多，而且你站的时候，你养成那个好的那个姿势啊，哦，不要这样，哦，能够避免的，站直，啊，但是你不可以太直，你这样啊，哇，这个景象啊，说啊要这样，然后这个。月啊，出这边，你看我一些习惯，它养成了啊。这个可以拉长，用这个马写什么？写的比较小一点。金山鸟，你要注意这边要多少个字，你就要写啊，哦。如果你要写金山鸟，山鸟石，你就要写三个字。你要写三个字呢，你这个山呢，就要写啊，三个字勉强啊，勉强。我是说假设你要写三个字啊，你这个山呢，就要写很小，哦，啊，不要写太大了啊，哦，而且。就 OK， 假设，为示范啊，哎，可以这样哦，很小，很长啊，哦，可以这样。如果你写长的话，这个就不可以了。三两哦，一，你看这个很开嘛，三，四，好，那这个春呢？十，还可以了，还勉强可以。可以了，多呀。我本来是说这边写的时候啊，这个十可以写下一点，写下一点，这边你就要对准啊，就你不要空太多了。不过现在不需要了，因为这个十。还是要功夫的不？哦。啊，这个你看啊，你写这个时候你就，哇，这个天助我也，明啊，你看你立刻把这个写长的话，那你整个就已经是解决了一半了，啊，是你。万一是短的字怎么办？啊？万一那个字
万一啊，万一那个第一行的字是长的，第二行比如说老师如果这个字是中呢，中乱你可以拉，就拉那个字的，那这样没有问题。万一第一行是名，第二行是人，那你怎么办？名啊，哦，人就要看你的名写多大了，就是说你，所以我们写章法就要调整，哦，就是说他没有一个说你一定要这样，所以你要看你第一个，有时候他写这个人写得很大，有时候你看，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写，所以就要看你当时，很多时候章法都是看你当时书写的那个状态，哦，那有时候他会改变。对啊，我这样写啊，我也没办法说完全跟他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过你看啊，我这边一写下来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拉下来了嘛，哦，这个他也是写得很楷，所以不用紧，我们跟他。对，可以这样，这个也可以这样，啊，都可以，啊，啊，我在这个中，你看啊，这个中，它有一个长的竖笔上，这样你写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没有长的，这样你就可以写长一点，因为就一个竖笔长了嘛，啊，这样你就可以不需要跟它，就你写的时候你可以。你看，可以拉长一点，因为有啥？因为其他的都没有长长的嘛，就这个 A 嘛。啊，忘记了，这个有个哈。啊，如果他两个排排坐的话，你就这个字可能在这边没什么问题，这个字就不要拉太长了。没有看到这个，不过中没有问题。啊，这样你写第二首呢，你可以直接写，不需要说特别留一个很大的空位。你要留多一点可以，可是不需要。啊，长。可以，你要到这边十四个字，刚才那边16个字。嗯，很多位啊。你已经解决到那个。嗯。除非你写的时候，你这边突然写的小小，不会。可是你写的时候，你的字差不多有大有小，可是。不可以说突然哇，全部变成蚂蚁，那不可以。肚子饿了。他这边走了，他是这样的。长。这样你看，他没有打，没有问题啊。背。一个。看啊，如果到啊这边，如果你要签下来可以，啊，签长点没问题。签这个的时候啊，你把这个字这边啊，字下来。你看，如果你那边长的话，你就这边就够了啦，不要拉太长，啊。这边啊，你看这个，因为你需要下，你可以剪下来。哦，虽然它里面没有，你可以剪。不要写长啊，这样就够了。念。
它是这样的、哦、念，如果你要这样改这样可以，好、哦，然后把这个，对。不要照顾他，念将归啊！这边 你注意一下，这边可能你看啊，你要的话，你就可以把这个，因为你看这边长，这边长，还有一个地方，你可以勉强把这个拉长一点点，对，这个框啊，对，就你看这个归啊，啊，因为你看，如果你写这个根本不可能，这个也是很长的，所以没有办法啊，所以变成说啊，没办法了，啊、所以说啊，你说写第一遍没办法，啊，你看，可以拉一点，因为不是很明显上面啊，归框这个框啊。你只能够怎么样？没办法了哦。你看这边还有一点点拉住，那没什么关系啊。啊，不过基本上这边比较紧，这边可是因为这个鸟这样松啊，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以。数啊，这个。你写的时候啊，你就不要写它一样长的，你就如果你要写一样长的话，你可能就要这个牵丝就把它拉下啊、哦，不然的话你不要的话你就大概这样就完了啊，好、哦哦，不要去刻意弄它太长。注意这边啊，哦啊，好，换，这边堵住它，好，三，我是考虑的东西太过多了，所以写章法考虑的就比较多，对，不用紧，我们现在开始嘛，哦，开始是讲多一点，可是以后每次都是重复到你写了。好像自信啊，很多自信我一讲再讲再讲，然后一讲到你们听到讨厌为止。好、哦，也飞，直接点到这边拉下来，这个可以拉它远一点，没有问题，这个可以拉它出来一点。好、哦，这样的话 OK 了。好、哦，这样的话一幅字，你看这个字啊，是比较大，所以写的时候比较辛苦。还好你们两个也写点。啊，这边写四个字。啊，如果你觉得，这边如果你觉得有地方的话，你就写十两首了啊。哦你一定要对照中间的啊，不要太小那个字，冬现在是冬天了吧，啊，
OK， 先盖一个印，我写了。